原成号，传承普洱茶之美。原成之意为圆融无碍，茶道天成，即以圆融无碍之心修自然天成的茶之道，代表通达自在、道法自然的东方智慧。原成号致力于普洱茶的收藏、研学、制造和文化传播，潜心收藏并创作了诸多普洱茶作品，涵盖以典藏中老期普洱茶为核心的徽藏系列，以古六大茶山纯料精制的山养系列，以赵徽古法拼配技艺制作的徽制系列，以及众多名山头和小产区的古树纯料，力求彰显千山千茶、千茶千味的普洱茶魅力。原成号藏茶数十年间不遗余力，迄今其品类达存世中老期普洱茶品类的十之七八，其量可观，其质可见。赵辉先生的制茶理念与拼配技艺亦得益于此。原成号制茶始终恪守自我朴素而简单的道德自律和制茶心法，原造养。原即溯源，原成号制茶园皆山出有名，品味纯正，不假名山之名。造即研造，原成号制工艺皆承袭古法，寻道铸茶，不省人工之间。养即精养，原成号制仓储皆以为养茶，精养陈化，不惧时间之摧。故原成号之茶除品味精纯外，有以气见长，盖茶气充盈为茶中上品，茶气体证为饮茶至高境界。原成号相信传统与匠心之于茶的意义，以茶道修行者出发，用茶人匠心创造卓越品质，以文化底蕴诠释普洱风范，期许与世界搭界，从不同维度演绎平凡又灿烂、朴实且深邃的普洱茶之美。原成号训告：召回并守住传统才是茶人本分，在普洱茶令世人雾里看花且毁誉参半、良莠不齐的时代当下，原成号不做无谓的创新与盲从，以传承普洱茶之美为矢志追求，旨在探寻普洱茶先驱的光辉与足迹，叩问普洱茶传统精神内核，承袭普洱茶古法工艺，以茶道修行者的坚守努力建立普洱茶的正确认知与正确口感，以制茶及修行为自觉，正信、正念、外感、内观，以茶为师，以茶明心，以茶见性，敦同大化。原成号曾为普洱茶发源地，义武镇老号始创于1919年，一度退出历史舞台，物非人非。1996年便开始收藏普洱老茶的赵辉先生，2000年有幸结缘原成号，遂赤子光复，并于2009年成功申请成为注册商标。历时20余年，在赵辉先生的带领下，原成号逐渐发展为专注普洱茶的全产业品牌。赵辉，茶道修行者。赵辉，原成号主人，少年识茶，藏茶颇丰，精于拼配，以收藏普洱老茶发端，20余年潜心茶事，主张师法传统，寻道铸茶，
以传承普洱茶之美为信仰，制茶修行。